觉得仪式感是个非常重要的东西。我认为在学习之余，还有一些仪式来提醒我们。生活嘛，除了眼前的苟且，还要诗和远方。在我们学校就有一些很富有仪式感的东西，比如说升旗仪式、周会、颁奖典礼。但是其实我觉得还不够。5, 6, 7, go! 我的生日好像是明天。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！此刻在你们面前的是一款由我四号位重金、史无前例的由西伯利亚原木打造的复古笔筒，这款原价2999的复古笔筒，今天破盘价998，只剩下半个小时了，半个小时倒计时，前来速速抢购！电视机前的你还在等什么？你还在犹豫什么？赶紧拿起电话！订购吧。带牙膏来学校干什么？这个是大容量的涂改液，外观只是有点像牙膏而已，韩国那边很流行的。你看，大容量涂改液，小心使用，随机应变。那你带牙刷来干什么呀？那个是一起配套的工具，一起使用，不然不好掌握用量。橡皮。喂，李总，是我，小苏啊。您确定吗？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没问题。Yes, sir. 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。刚才由总公司的李总打来电话。今天这款绝版、绝代、绝对精彩的复古笔筒不卖998，也不卖98，只卖9.8。9.8呀！你买不了上当，你买不了吃亏，你买不了这么好的机会。王羲之亲笔提名的复古笔筒，你错过了它，就错过了全世界。你们拖多少了？
的疯狂，那青春的荒唐，像一辈的涂鸦，有点傻而死的，有人去拉保险，有人去自己在你们面前的是一款有我丝好爱，再来杯，不卖98，也不卖98，只卖9.8，9.8，你买不了这么好的机会，你买不了这么好的，哎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此刻在你们面前的是一款有我丝好为重金、史无前例的游戏。Thank you.